如果唔新鮮啊，就要倒掉啊，唔好俾人顧客住嚟，唔好害到顧客。今季嘅奶茶被誉为全筲箕湾最好饮。由1967年开业到而家45年嚟，今季冰室经历过6、7暴动、金融风暴，一样屹立不倒。墙上面嘅木板画同呢个假电视瀑布都由开业用到而家。喺物价飞升嘅情况之下，今季坚持唔加价，目的只有一个。即系得唔得谢嗰啲街坊嗰啲啊，例如食咗几十年，我为得能够过得去就得啦，唔会亏本就得啦，就咁样要求，咁样唔好加人情价系咁样。可惜呢份人情味唔系个个都做得到，面对被加租一倍，加上老板年纪老迈，今季最终宣布喺今个月27号光荣结业。不少几代人都帮衬他们的顾客都把握最后时刻来这里享受那份独有的人情味。这里45年，你吃了几年了？45年了。什么好令你真的很喜欢的？我吃很小的，我来这里吃。面对一手创立的金记要关门，年届91岁的陈伯说没不舍得。金字招牌就让我认真。在内地经历过抗日战争的陈伯，33岁因为医肺病来了香港，在现在的金记对面开大排档，以为有安定的生活，怎知经历暴动。摆一个50元，即是叫那些人出来放波咯。虽然局势动荡，但是陈伯专心揾食，同年仲搬去金记燕子开档，一做就45年。消息话，金记铺位的业主以3000万卖铺，租金由而家的2万多加到4万多。铺头入边陪陈伯经历了45年的嘢，会以40000元卖晒俾新业主。